你是不是在找你的走失的猫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已经找他找很久了，都找他现在正在房子前头。我们刚刚看到他，就给他喝一点水。你赶快去找他，谢谢。哦，真的是我的猫哎！哇，你怎么会躲在这里？开心可以找到你。那边好像还有很多只流浪的狗和猫哎，没想到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认识那么多的好伙伴，饲养他就爱护他，不要丢弃他。